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玩看经济。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在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正式进入经济学的范围哦。之后呢的这一个部分呢，我们要来谈需求哦，谈需求函数与需求弹性哦，谈需求函数与需求弹性哦。我记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课程介绍的时候有说过哦，我们这一个课程呢，哦，这个小课程呢，哦，会谈经济学。那谈经济学的重点是要帮助大家来理解市场。那经济学家怎么样来理解市场呢？我们从市场中的参与者看这些参与者呢怎么想、怎么行动来理解市场，看他们怎么互动。那市场中呢有两个主要的参与者哦，啊，事实上还有个政府。然后那我说这堂课我们不会讲政府哦，两个主要的参与者，一个是买方，一个是卖方。那买方呢哦就构成了市场中的需求，那么卖方呢就构成市场中的供给。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，哦，大概有16讲，我们都会来谈需求，哦，我们都来谈谈需求。那谈需求一开始呢，我们就要谈什么叫做需求，哦，什么叫做需求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你在公司的行销部门或销售部门呢，哦，你通常会有兴趣你卖的东西的量怎么样，哦，所以你可能会通常会问说，哎，我今天卖这个东西，那我推出这个产品，消费者会不会买，哦，那消费者会买多少量。可是呢，这样来说是非常笼统的一个事情。经济学里面呢，谈到我们谈需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比较更明确、更精确的说法。你不能只说啊，消费者会不会买，或消费者会买多少？你会比较明确的说什么呢？你会比较明确的是说，需求呢是什么呢？是消费者在一天、一月或是一年平均来说愿意且能够购买的量哦。也就是说，你会把它抓到一个时限里面哦，抓到一个时间里面，就是你定义说，哎，什么是消费者要买多少？哦，他每天每天都在买，还是他每个月买一次？啊，每个月买一次，啊，不同的人哦，买的情况不一样哦。啊，有些时候销售量高，有时候销售量低哦。所以你要有个明确定义。那我们在这边呢说需求的定义呢，是定义在说消费者在一天哦，你可以谈一天平均每天哦，你卖这个东西哦，可以卖出多少量，或是每个月，或是每年。好，哦，那为什么要讲平均？哦，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哦，这个需求呢，消费者会买的量呢，它其实每天、每月、每年都会在变动。那如果你今天要讨论哦，比方说你看去年一年的业绩哦，去年一年每个月的业绩怎么样？你通常会拿一个平均的数字来说，哎，比方去年一年哦，你们卖这个东西哦，比方你们卖什么呢？你们卖饮料哦，卖某个饮料、某个果汁哦，平均每个月的销售量哦，每个月市场对这个东西的需求量是多少哦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定义哦。举例来说，比方我们今天拿高铁。这个需求的定义呢，就比方说我定义是说每年高雄往返台北哦，高铁的这个量哦，这个载运多少人次哦，市场中呢哦有多少人会用这个服务，多少人次哦，这个叫需求量。那根据高铁的资料呢，他们大概在去年还是前年哦，高雄往返台高那个，啊，整个高铁哦，整个高铁全年的运量大概是6000万的哦啊，他们没有公布个别，比方台北高雄、台北台中、台北桃园之类的这个量是多少啊？这个是我抓出来的啦，猜测然后可能1/10吧哦，因为毕竟高雄跟台北往返并不是高铁的主要的那个算是很主要的，可是不是最大量的一个产品，然后一个产品哦。所以我想他们可能台北台中那个量可能更大，所以抓我是猜测大概600万人次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每年高雄往返台北高铁的运量，或者说多少人会来用这个服务，这个量我们就说这个叫做需求量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我们会说这个需求量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比如说 QD HSR 简单是高铁，每年高雄往返台北高铁的那个运量需求量，要买这个服务的人，消费者愿意且能够在一年内呢，总共消费的这个量哦，需求的这个量哦，600万人次，它会受到什么呢？显然会受到价格的影响嘛。现在价格是多少？大概那个往返哦，大概3000左右嘛，哦，2900多哦，2900多哦。那还有一堆其他因素的影响，然后比如像年假哦，年节啦，哦，其他交通方式的优惠啊，还有等等有的没有的哦，种种因素的影响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就决定了说。高铁呢，高雄往返台北呢，哦，在去年，哦，或者说平均每年，哦，这个消费者愿意且能够，哦，购买的这个数量，哦，那这个就是需求量。那需求量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在这一讲里面呢，我们就主要讨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这个需求量。
哦，如何影响这个需求？如何影响高铁高雄往返台北？哦，消费者愿意钱能够购买，哦，购买这个服务的这个量，哦，那这个在商业上呢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接下去呢就会继续讲这个东西，好啊，我是中山气管的施建源，我们下次见。